死。秀姑，秀姑，秀姑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会长，桃子，其实不怪你。对不起。找到他，把我俩藏在一起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警察为什么抓你啊？有人想绑架我，秀姑出来帮忙，却被他们杀害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真是对不住他们，他们俩都是为我而死，一个尸骨无存，一个都没来得及为他收尸，还躺在冰冷的地上。知道什么人干的吗？不知道，也许是国民党派来的。什么人干的？我想办法帮你查清楚。你在我房檐待着，那比较安全。至于秀姑的后事，有我和莫非在，你放心吧。你是说，李先生是潘桃的父亲，有人要绑架他，但是误杀了秀姑。潘桃的父亲本名叫潘会章，他怀疑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做的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像是秦大发干的。秦大发，你的未来岳父。他不是你爹的旧部下，一直支持着你吗？以前呢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现在呀，不敢肯定了。为什么呢？金大发曾经多次试探过军火库的事儿，胡淼的这事儿，我认为跟他有关。你怀疑是金兰珠告诉了他？兰珠这丫头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简单、善良、单纯。不可能让他说，就算是说，也是无意间透露出来的。你认为他想得到军火库，于是向潘先生下了手，还跟朱少轩有勾结？哎呀，说实话，莫非啊，这些呢，都是我自己猜想的。不过你看，金大发、朱少轩在滨州经营这么多年，一个以前是江家的枪杆子，一个以前是江家的钱袋子。这两个人要说没有勾结，我是不太信。这样吧，我让老侯去查一下金大发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留个心眼总是好的。老侯，行，点声，让他查一下吧。秀姑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
虽然我和潘桃还没有成亲，但我毕竟算他半个干儿子。就让他先住在方圆吧。嗯。日本人这是什么行为？简直就是明目张胆，疯狂之极！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杀谁就杀谁。日本人野心勃勃，企图霸占整个东三省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敢明目张胆的这么做，就说明他们已经急不可耐，把他们的真实面目完全暴露了。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一定要让他们给个交代。否则，他们会得寸进尺。这件事儿，结果是怎么样，我们都可以猜到，肯定是含糊的草草结案，以关东军并未先设在内为由，敷衍了事。此刻我们更不能乱了方寸，加快施工进度，尽快建成滨西铁路。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。高田先生说错了，不是只有面对面才叫见面。哦，是是是，我们经常见面，是不是金先生？这些年啊，我们合作默契，心照神交，彼此之间想什么相互都清楚，是吧？金大人这次亲自来，像金大人您这么谨慎的人不会不明白，如果暴露了会意味着什么。所以说你应该知道啊，我这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。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请金大人快讲。伙计，哎，伙计，哎哎，伙，哎哎，里边请，客官啊。那个祝老板他在哪个包间啊？祝老板啊，他今天没来呀？不对吧？他告诉我说让我来醉香楼找他，你忙得跟陀螺似的，不会是你忘了吧？不能，我就是再忙我也不能忘啊。楼上啊一共就两桌，第一桌啊是山东的客商，嗯，另外一桌是高田洋行的人，啊，就两桌，啊，就两桌啊，两桌，哦，那兴许是我记错了，真的对不住啊。那你先忙去吧。哎，好嘞，有事您叫我。哎，行行行行，忙去吧。高田洋行，金先生，您有什么高见吗？一个字，无。哦，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说的这个无啊，是无中生有的无。中国武术里有一句话叫无招胜有招，我的建议啊，就是目前对修铁路的事儿，你就不要干涉了。您是说，等他们修好了铁路，再为我所用？你以为如何呀？等修好了铁路再做打算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哎，
金大人呐、啊，佩服，佩服啊！如果这个江玉臣能跟您一样跟我们京城合作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我看错人了。他呀，跟他父亲当年一样，性格倔强，一意孤行。我听说你们不是另有人选了吗？你是说祝少轩？啊，哎呀，这个祝少轩呐，倒是很听话。但是，我更佩服有勇有谋的人呐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呀，但实际上，谁跟我们合作，谁就是我们的朋友；反之，他再有才能，那也是我们的敌人。就像江贵雪。蟠桃啊，蟠桃，你到底在哪儿了？你放心，这里的一切我都帮你守着。但我希望你早点回来，我很想你，真的很想你。现在大帅被刺，东北群龙无首，这正是个好机会。伯父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？当今之计就是赶紧把你父亲那批军火找到，咱们好起事。您是不知道啊，所有的线索都是死结，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找不到军火。玉臣啊，哎，我发现你最近把精力全放在修铁路上了，啊，你忘了你爹的心愿了？你爹至死都想让你振兴江家，当上这个东北王。伯父，我没忘，可是现在内忧外患，这时候举事，这不是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吗？哎，那你当初回来，你不说是让日本人支持你？实现你爹的心愿吗？那是我当时啊轻信了日本人的谎言，我现在明白日本人那都是狼子野心，他们想要利用我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让我当一个傀儡。伯父，这种有名无实的东北王我不做。不是，行了，伯父，我今天不跟您说这些，咱们爷俩今天说别的。我呢是有一些事情想要求您帮忙。你说。是这样，上次呢我不是遇到土匪了吗？幸好呢被一位客商给救了，为了救我呢也受了重伤，人呢就在方圆里面一直养伤。这伤啊刚养好，出门就遇到了绑匪。我就在想，你说这人能是谁呢？一次又一次的，您帮我查查。有这事儿啊？哎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包我身上了，我一定帮你查。哎，还有一个事儿吧，更蹊跷。您看啊，我好不容易抓到胡淼这个人了，终于能够证明祝朝轩所有的罪行，可胡淼这个人呢死了，就在谭爷的眼皮子底下死了。您帮我分析分析，您说能是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呢？这个赌场啊鱼龙混杂，这说不上谁把消息透露出去了，
这很正常。您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就不去跟向省长汇报，让省长帮我查了。伯父，我先告辞。别，再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你看啊，你跟兰珠啊，年龄都不小了，你们的婚事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了？伯父，您真打算把兰珠嫁给我？你这什么话呀？你和兰珠的婚事是我和你父亲给你们定的娃娃亲，这还有假呀？那我假设啊，假设我要是没娶兰珠，您还会支持我吗？你这说什么话呢？这是，我支持你是因为你父亲对我有恩，另外我是从小把你看大的，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儿子，这跟娶不娶兰珠没关系。不是，那个，你是不喜欢兰珠，不想娶她？江雨辰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非你不嫁，我跟定你了。哎，闺女，兰珠，看来江雨辰这小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江玉晨明白，金大发用他和金兰珠的婚事来稳住他，真实目的是他父亲留下的军火库，而金兰珠对他的痴情，又让他觉得内疚和自责。忠孝仁义，自我反省呢？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混蛋？这还用问吗？一直都是个混蛋。你这么说话聊天，你能交着朋友吗？你不孤独吗？不过想一想啊，你这个人呢，脾气虽然臭了点，人倔了点，不过做事情很果断，遵照本心，不像我呀，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情愿的事情。我跟你说话呢？我没聋啊，听着呢。不，那你不应该，你安慰安慰我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一个大老爷们儿突然这么矫情，我才纳闷为什么。我问你啊，要是蟠桃不在了，你会娶别人吗？如果蟠桃不在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老侯查过了，金大发跟高田确实有勾结。现在想一想啊，开工典礼的时候，金大发的人负责外围的安保工作，人员的进出，日本人呢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混进来了。我一出滨州，跟兰珠一说完，身后就多了个尾巴。我一回到滨州呢，金大发就在问我军火库的事情，再加上胡淼的事儿，潘先生的事情。对了，他还跟我说，让我跟日本人寻求合作，趁着大局混乱，趁机举事东北。哎，江雨辰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。怎么可能做傻事儿？我现在就有一点想不明白啊。你说我父亲吧，对他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特别的好，可是为什么像朱少轩、金大发一个一个的背叛了我父亲，紧接着又都背叛了我呢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朱少轩是因为贪图钱财，而金大发
是因为贪图权势。贪婪，一个人要是过分的贪婪，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老潘，嗯，你的请求我已经向组织上反映了，组织上接受了你的请求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太好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组织上考虑到你在滨州已经不安全了，有人盯上了你，组织决定派你到省城去组织一下地下工作。可是班涛至今还没有下落呀。你放心，一旦有了班涛的消息，我们会尽快通知你。好，谢谢。1931年，凤海、吉海、鹤岗等多条官民自办铁路路线先后建成，对东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，打破了满铁铁路系统对东北铁路运输的长期垄断，粉碎了日本企图以控制铁路灭亡中国东北的野心。作为东北官民自办铁路的一部分，经过3年的艰苦修建，滨西铁路正式完工。好啊，这条铁路终于要完工了。是啊，这几年在莫非和你的领导下，铁路修建非常顺利，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。老郑啊，嗯，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和你那帮徒弟们不分昼夜马不停蹄的赶工，才没有耽误进度。我还要谢谢向省长，没有他的支持，这条铁路不可能这么顺利的修建下来。诸位，这几年咱们滨西铁路工程局在曹总办、丁总工还有江副局长的带领下，大家上下一心，团结一致，按期建成了滨西铁路，并且打通了滨州至西岭的通道，大涨了国人的志气。下面我宣布滨西铁路正式通车。祝贺了二位。哎，你跟祝明月刚才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跟明月没什么意思啊。没什么意思，庆典的时候击个掌干嘛呀？哎呀，我跟明月能有什么意思呀？你知道我心里边装的是谁？希望你知道你心。报告省长，快！这些年，曹孟飞和江雨辰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。这次，好好一个开通典礼，变成了一个白事现场，也算解了我心头之恨。哎呀，现在啊，只有你办事我是最放心的了。老板，嗯，您答应把明月许配给我，我就算您的半子，所以这都是我的分内之事。
我答应你就不会食言的。百年之后，我祝家的家业就是你和明月的了。感谢老板的心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明月，今天的事情又是你指使彭海去干的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准备搬离祝家，你从此就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你保重吧。小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就是一个帮凶，你有什么资格拦我？林远，我已经答应潘海把你嫁给他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他的女人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要听他的话。曹墨非和我们祝家不是一路，你们走不到一起。彭海对我们家忠心耿耿，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嫁给他有什么不好吗？卑鄙、无耻、肮脏！天，你真的好让我恶心呢！你为了金钱，你都冲昏了头脑，他就是你的一条狗。你们俩狼狈为奸，做了多少坏事，现在竟然算计到自己的女儿头上来了。你为了笼络庞海的心，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卖是吗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坏事我不知道吗？你和日本人勾结，你就是一个汉奸。小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浑身都湿透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赶紧把衣服擦干净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快说啊，明月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能不能娶我呀？我心里有叛逃了，装不下任何人。你还是忘不了他，是吗？是的，我忘不了他，我爱他，所以这辈子没办法娶其他女人。无论任何原因，是吗？无论什么原因，否则对你、对叛逃，甚至对我，都不公平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老叔，
朱小姐，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不想回家。那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那你送我去车站吧。车站？你要出远门啊？四喜，跟我回去！我爱你，放开我！你跟我回去！我死也不会跟你回去的！你放开我！你，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我宁愿受伤的是我，宁愿丢块肉。你要是出了事儿，那我也不活。那不行。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。那说好了，这一辈子我们俩同生共死。嗯，同生共死。莫非，莫非，妈，想什么呢？飞哥，思琴，思琴，思琴，哎，快！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？飞哥，不好了！刚才朱小姐让我拉她去车站，她肯定是想离开滨州，只可惜没到车站，她就被胖娃给截住，她被胖娃给抓走了。你能不能娶我呀？我心里有蟠桃了，装不下任何人。无论任何原因是吗？无论什么原因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祝小姐去办公室找我。莫非明月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很清楚，她为你付出了太多太多，你一定要救她。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都很清楚，他一定会逼着明月嫁给那个庞海的。莫非不是妈逼你，你如果不娶她，你又如何能把她从家里都带出来？小姐还没有吃东西？是，那就让她饿着，我看她能挺多久。曹莫非，别动，把枪放下，听到没有？别动，过来。曹莫非，好大的胆子呀，这是要学习我祝福吗？朱老板您误会了，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算账。把枪放下，东西抬起来。我今天来是提亲的，我要娶你的女儿祝明月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娶你的女儿祝明月。我们俩日久生情，早已经私定了终身，这些是聘礼，今天我就要把明月带回去，跟我一起筹备婚礼。莫非，莫非你这是抢婚不成？朱老板，你说笑了，我怎么敢抢婚呢？这是我的仪仗队，我可是拿出了120分的诚意来求亲的。这就是你的诚意吗？曹莫非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自古婚姻，父母之命。我不答应，你休想带走我的女儿。朱老板，现在都已经民国了，讲究的是婚姻自由，还是说您对民国的法律不满啊？再说了，
明月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我总不能让她带着我的孩子去嫁给别人吧？老实点，别动。你说什么？明月想嫁给谁？您还是问问她自己吧。东西给您放这儿了，收队。曹莫非，我杀了你！放开！老板，您答应过平月，她可是我的。莫非，妈，明月她是个好姑娘，既然你把她从祝家给救了出来，你就要对她负责任。你要是娶她呢，你就要一心一意的对她。妈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，帮我照顾她。莫非。莫非，前两天我们的数字终于准备好了。是吗？对，这两天准备动工了，也真是快呀。你那边呢？我们这边也快了。不知道会开到什么时候。哎，我听说你带了护路队的人去祝明月家提亲，并且说明月怀上了你的孩子。这话是我说的，但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祝少轩要把明月嫁给庞海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好，那你这是打算娶明月了？那我问你，你已经把潘桃忘了吗？我以为你会尊重我的决定。我以为潘桃还在你心里呢，看来我以为错了。谢谢，这么着急把我从省城接回来，有什么任务吗？是啊，确实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执行。苏联共产国际派了一名同志过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，需要我们全力配合。没问题，你说。今天下午3点，你到滨州火车站去接他，接头暗号是金色向日葵。金色向日葵。省长，高田在楼上等你2个小时了。我猜到他就会来。当年大帅被炸的案子就这么草草了结，而且关东军并未牵扯此事，这么个结果不是太荒唐了？现在咱们铁路完工了，他又想来坐收渔利，真是异想天开。那您还要见他吗？严秘书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滨州城里新开了一家俄罗斯餐馆的炭烤猪排不错，我准备去尝尝。这里事你处理吧。好的，省长。
向省长来电话了，说市里有紧急会议，暂时回不来。你看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下次再来拜访。告辞了。